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国际行销学的第十二讲，也就是国际行销它的配销通路策略。国际市场的进入策略是配销通路策略里面最核心的问题，也关系到整体行销的每一个作业环节。比如说国际企业，它首先必须要决定到底是要在国内生产产品还是在国外直接生产。如果决定要在国内生产，那么接下来决定它到底要透过国内外的一些中间机构来帮它出口，还是自己直接出口。如果决定自己直接出口，那接下来就必须要在国外去租办公室去聘请行销人员一些的很多的决策就跟着出来了。厂商他们进入国外市场有各种不同的策略，根据 Jenny 跟 Hennessy 他们的这个模式各位看这张图呢，它可以把它分成七种不同的方式，有两大类，总共有七个不同的模式。七个模式呢，各位看到分成国内制造、国外产销这两种。国内制造出口又可以分成间接出口跟直接出口，国外产销可以分成合约跟投资，合约又有三种方式，投资也有两种方式。而从控制力、摄入的程度以及资源需求风险来看呢，从间接出口一直到国外的独资设厂，它的这个控制力风险都是越高，相反的弹性呢则是呢逐渐的降低。底下呢我们再把各个类型的市场进入策略呢一一来跟各位介绍。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国内制造然后出口方式。当我们进行有关国与国之间的出口通路的决策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来选择，也就是间接出口跟直接出口。那这两种基本的出口方式呢，最大的差别在于国际企业跟国外的进口者的厂商之间，它到底呢怎么去执行交易，它这个流程到底是如何。在间接出口之中，制造商利用在母国其他贸易机构提供的各种服务。当制造商采用间接出口方式时，执行国外销售工作的责任亦被转移到其他机构。另一方面，若采直接出口，则执行国际销售活动的责任全由生产者承担，且这些活动亦由生产公司组织内所属的机构来执行与管理。基本上，公司所面临的选择是市场的拓展要借本身所属的通路，或是借由独立的中介机构。首先我们就来谈间接出口的中间机构。所谓间接出口呢，是指企业它本身并没有去实际从事出口的作业，而是经过各种类型的一些中间机构呢来推动它的国外行销的活动。而间接出口呢会包含两层的中间机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中间机构。母国的中间机构虽然是比较接近厂商，比较容易进行沟通联系，但是呢因为它距离国际市场是比较遥远的，而对于市场资讯的收集以及推销产品呢，就比海外的一些中间机构效果来得差。那么这类的中间机构呢，又可以分成下面几种。第一个就是出口贸易商。我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出口业务呢，大部分是由贸易商来帮他们进行。出口贸易商它的规模也有大有小，大的像日本的一些综合商社，它的规模它的营业额
都是非常的惊人。小贸易公司则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从厂商立场来讲呢，由出口贸易商来帮他啊进行出口活动呢，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他们的货款可以啊快速啊来支付，不必去负担产品的实体配送的流程等等。但是它有一些缺点，也就是说啊，这个贸易商如果发现从另外的厂商啊来取得货源，他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利润，那么就很可能会把他的业务呢转给别的厂商了。第二个是出口经纪人，在国际贸易上面呢，一些大宗的货品，像棉花、谷类、咖啡呢，往往呢啊是由出口经纪人啊来帮忙出口。那么这些经纪人呢，通常会有一两种项目来专营出口，收取一些佣金。第三种呢是外国的一些机构，这些企业在我们国家所设立的采购的代表。那么有些外国企业它的采购的机构呢会长期在国内啊来驻点，比如说像 Walmart 啊，他们啊在我国的采购的金额呢非常大，所以会有一个啊专门的采购的机构。如果我们跟这些采购机构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有很稳定的外销的业务。而德国、瑞士这些国家呢，也设立一些中央联合的采购部门，啊，是我们拓展外销很好的一个对象。第四个是出口管理公司，那么这种公司呢，是以合约为基础，啊，替其他的企业来处理各种出口的作业，包括行销研究、信用调查、商品的搬运处理等等，根据服务的多寡来收取不等的佣金。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类，也就是在间接出口扮演啊一些重要角色的国外中间机构。那么除了要透过国内的机构来帮助出口业务之外呢，我们往往也必须借助于海外的一些中间商来帮我们促成国际贸易。那他们又可以分成下面几类。第一个就是进口商。进口商呢是自己来承担风险，从国外买进商品，然后再转卖给其他的这个国内的批发商或者零售商。第二种呢是进口的佣金商，也就是说他们是接受啊国内的进口批发商或者是啊国内需要这个产品的人的委托来啊从事一些进口的业务，再收取一些佣金。一般来讲呢，佣金商呢往往也会由进口商来啊经营。那这种方式呢很可能啊这个所收取的佣金啊这个会比较啊来得低。第三个是出口的销售代理商，代表出口国的厂商或者贸易公司在海外市场来从事一些销售的活动，抽取佣金。代理商的行销通路呢通常是经过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才会达到消费者的手上。接下来第四种呢就是配销商。配销商呢通常是用自己的名义来购入商品，把它储存起来，然后自己设定价格跟其他的交易条件，再把它转售出去。啊，有时候配销商呢也会自己来从事商品的展览推广活动。最后就是批发商跟零售商。欧美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批发商或者甚至于零售商都往往有自己的进口部门，
来直接进口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呢，往往是以耐久性的消费品为主啊，特别是一些价格比较不会变动的商品啊。接下来我们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再来谈谈直接出口的中间机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直接出口的中间机构，在这部分呢，我们要介绍两项，就是国内的中间机构跟国外的直营的组织。首先我们来介绍国内的中间机构。厂商如果是采取直接出口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没有透过国内的中间商，那么就可能呢在国内会去设立某种形态的组织来负责外销的业务。比较常见的有下面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附属的出口部门。当这个公司呢它的规模比较小一点的时候，那么往往呢会在公司的业务部门里面去设立一个出口的部门，或者我们称为国外业务科，来负责产品的外销的工作。而至于广告、装船、收账这些工作呢，往往会由国内业务部来代为负责。这种组织方式的缺点呢，是因为出口业务呢，往往啊必须要靠啊国内的业务帮忙来进行，所以会造成一些冲突，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开拓国外的市场。第二种方式呢，则是独立的出口部门。那么当公司的规模啊也一大，出口的业务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往往呢啊就会设立一个独立的出口部门。也就是说啊，它有一个独立的单位，然后呢在内部加以分组。在划分内部组织的时候，可以按照功能来划分，比如说分别设立销售、运输、广告、信用调查等等不同的部门。也可以呢是按照地区来分组，比如说分成北美、东南亚、中南美啊，各个不同的地区各有负责的人员。第三种则是出口销售公司。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像 GE、 Chrysler， 那往往呢就会另外投资来设立一个独立的行销公司，跟内销的业务完全分开，由专业人员来主持外销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形态，就是直接出口的一些国外的直营的组织。首先第一种就是外销的业务人员。我国跟欧美的很多厂商呢，往往呢啊都是由外销的业务人员来负责这些业务。那么这些业务人员呢并不是长期派驻国外，而是呢啊大部分的时间在国内，然后呢根据需要再派到国外去进行推销业务，所以也称为叫做旅行推销员。那很多状况啊，我们呢必须考虑到这些派驻人员的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在产业机械这类产品上面呢，就必须要有很好的技术条件，必须啊要去跟客户说明啊各种啊机械的特性，甚至于啊要去做示范维修，所以技术要相当好。第二个呢，是为了要收集市场的反应啊，或者是要加强客户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派出一些特别的啊服务人员啊，来进行这些服务或者是啊收集资讯的工作。接下来第二是销售办事处，或者是发货仓库。
在地主国设立发货仓库，以储藏商品或零件时，可以迅速配合顾客的订货，从而加强竞争力量。如果是销售机械类商品，而需要提供售后服务的话，亦可在当地设置服务中心或产品陈列室之类。有时，厂商为求能更积极地控制行销效果，甚至可在当地设立零售商店。那么第三种呢，则是海外的销售子公司。海外销售子公司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呢，是销售母公司的产品。第二个呢，是为海外分支机构以及专利使用者呢，来提供一些技术服务。第三个是要去协调海外的行销活动。第四个是从事海外投资。最后呢，还可以啊从事专利的授予等等。那么直接出口，它的国外的中间商呢，跟间接出口情况呢蛮类似，我们就不介绍了。为了要协助推广我国的电脑产品，知策会呢曾经在美国来设立一些啊集中代销中心跟联合的电脑服务中心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今天的第二个主题，也就是国外产销。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为什么要进行国外制造。当厂商进入国外市场比较久了，对国外市场的营运比较有经验，那么为了下面一些理由呢，他会进行国外制造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国内的生产成本提高了，有些国家由于它的工资上涨或者土地啊取得困难，往往呢就会把工厂移到国外，像我国啊很多的这个公司呢啊纷纷啊会移往一些生产啊成本比较低的地区啊。第二个啊是高关税啊跟进口的限额，有些国家对于进口的货物，它的关税呢非常的高，或者呢会有限额，甚至于这个限额还非常的低，就会影响到厂商出口。第三个是运输成本太高啊，如果产品的体积太大，重量太重，或者是距离市场非常遥远，那么就会使得我们运输成本呢会很高，让我们的成本太高而失去竞争力，这时候就要到国外去生产。第四个是政治跟法规的限制，很多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业者啊，规定政府的采购品必须是国内制造啊，甚至于啊，对于国外的厂商在当地设厂会提供很多的诱因啊，很多的优惠，就会促使厂商到当地去设厂。最后就是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国外市场的生产往往更能够配合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比如说产品的设计或者啊产品供应的速度啊售后服务等等，都会做得更好。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短暂休息，再来谈谈下面主题。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国外产销的方式有哪些。在国外市场去进行生产，那么依照它的控制力的大小跟风险的高低呢，我们可以分成合约跟投资制造这两大类。而合约又包括授权、特许权跟企业生产，至于投资制造又可以分成合资设厂跟独资设厂这两类。我们先从合约谈起。当厂商必须在就近来生产，而又不愿意去投资设厂的时候呢，就可以借由下面三种合约的安排来达到它的目的。第一种呢，就是授权。所谓授权，是
多国性的公司，也就是受险者呢，当授予某些国外的厂商，也就是被受险者呢，某种商业价值或者一些技术，然后呢，从被授权的厂商那边呢，得到某些报酬，那比如说呢，Benetton 公司呢，它在全世界能够快速的来设立商店呢，最主要就是它用授权的方式来让别的厂商贩售它的商品。授权可以让公司的智慧财产权很快的就得到报酬，授权的项目呢，最主要有下面几种：专利权、商标使用权、著作权、产品的生产技术，或者是加工处理的技术。但是呢，如果接受授权人没有权利去帮他推广市场，或者他的能力不足，很可能也会得不偿失。比如说，百事可乐在进入法国市场的时候，他曾经授权一个矿泉水公司，就是 Perrier 来贩售他的产品呢，结果呢他的业绩做得并不是很理想。第二个种是特许权，特许权合约是授权合约里面的一种，它广泛的用在很多服务业里面，比如说像素食店、便利超商等等。那么特许授权者呢，这个 franchiser 呢，他授予被授权者呢，我们称为 franchisee 某种特别的权利，通常就是品牌的名称等等，并且呢，用特定的营运方式来经营某种特定的业务，然后再从被授特许权的人得到一些报酬，通常也就是权利金。麦当劳、希尔顿饭店或者是 Pizza Hut 都是用这种国际连锁经营的特许权业者。那么各位从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出呢，7-Eleven 它在国外的分店的家数呢，已经达到了23,600多家，分别在18个国家里面有它的超商。而 McDonald 呢，也达到22,000多家，分布的国家更多达了110国以上。特许权合约呢，可以让公司呢不用投入很多的资金，就可以呢快速的进入国外市场。比如说，就以麦当劳来讲，他在国外去设一个分店，要花大概$1,100,000。如果没有这个用授予特许权的方式呢，他绝对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来展店。那么特许权合约呢，也可以发挥一种以夷制夷的功能让有创业精神在当地来帮你开创事业，来应付当地的特殊的经营环境，而提高成功的几率。接下来就是契约生产。契约生产乃以签约的方式，长期委托国外市场的制造商代为生产某种产品，而后再以自己的品牌自行在当地市场行销此产品。当某一市场的规模太小，在当地设厂生产并不具规模经济，当地政府以配额或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厂商，在当地投资的政治风险太高，或者想要以最少的投资尽快打入该市场时，契约生产乃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式。比如说保险公司在俄国呢，就委托当地的厂商来帮他生产，保险公司专心的去做行销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最后的一个主题，就是投资设厂。厂商如果必须在国外来这个生产，那么呢，他还可以选择呢自己来投资设厂。那么投资设厂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个是
跟当地厂商合资来设厂，另外一种就是独资来设厂。我们先谈谈合资设厂。合资设厂就是要跟当地人来合作啊。很多欧美厂商在进入我们东南亚或者是大陆市场的时候，由于对当地的环境不熟，而且风险很大，往往呢会邀请当地厂商来合作经营。跟当地厂商合资，不但可以减少所需要投入的资金跟人力各种资源，可以借用当地啊熟悉当地食物的管理人力来管理当地的员工，也可以利用当地的投资伙伴的人脉来拓展业务，甚至于啊利用已经现成的行销通路来销售产品。但是呢，合资有很多的问题。由于合资的这个伙伴之间往往呢会争夺控制权，或者有不同的理念，往往呢会造成很多冲突。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要介绍独资设厂。独资设厂它可以让公司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啊，而且呢它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神呢来跟当地的伙伴来进行沟通协调。总公司呢的一些啊策略可以快速的实现，那么利润呢又全部由公司享有。所以呢啊如果公司有足够的资金跟人才呢，那往往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来设厂。像统一啊他们在大陆近几年来也都是采用了独资设厂的方式啊。那么独资设厂最主要的缺点呢，是在当地市场它的摄入呢最深，如果当地市场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急速的萎缩，或者是竞争者大量的进入呢，都可能会让公司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独资设厂另外一个困难呢，是对于资金跟人才的需求很大。像我们台商到东南亚跟大陆设厂，很难在当地取得资金，必须靠母公司的资金呢来支应，所以呢就会造成营运上的困难。而当企业决定要独资设厂的时候，它也有两种策略选择，它可以采用购并的方式来设厂，也可以呢采用自营创立的方式来设厂。购并跟自行设立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购并呢可以是国际企业快速成长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微软呢，它在2001到2004年呢就购买了46家公司，而取得快速成长的机会。各位同学，今天呢有关国际配销通路策略就为各位呢介绍这个了，我们下次再见，谢谢。